今天是一个遗址，所以呢其实你很难想象它昔日这种辉煌。我们通过研究还有一些考古发现，所以呢有一些发掘出来的一些文物，圆明园曾经的文物，你可以通过实物来了解圆明园原来的一个风貌。我们在这个展览特别除了文物以外，给大家安排了通过我们的研究，通过我们的数码技术安排了一些这个非常好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，大家可以在展览里头重新去体验，重新去构建圆明园它昔日的辉煌。